Morning， 打印过的 room tour， 我真的很爱这间 hotel 哎，很大间，然后又干净，而且还便宜，210块马币而已，又在市中心中环。这里是一个在门口小小的 pantry， 然后看看它厕所，哇，你看几干净，很漂亮啊。非常值得哎，应该会是我整个 trip 里面最满意的一间 hotel。我们现在要搭叮叮车去吃早餐。我们来到了醒香园，是一个蛮经典的香港街边早餐档。哇，它的 menu 有好多选择。一定要有的奶茶，然后这个是红肠胆子，还有这个是番茄猪扒米。也是有一点番茄肉，然后要甜甜的，这间是我们最后一间 hotel， 这里是床，然后这里是冲凉房，这个是外面的洗手间，还有这里是厕所。这间 hotel 的房间有点小，而且 reception 服务态度很不好，不太推荐。来到了深水埗。这是香港其中一个很出名的街头艺术，是由一个西班牙的艺术家所创作的，俗称红仔大厦。幸运的是遇到了对面 building 的一个租客，让我们爬楼梯上来拍了一些照片。就是前面那间甜品店，林三记甜品。我们 order 了芒果西米露，还有鲜奶布丁，哇，对对的，哇，
哇，他也给好多沙哥，妈妈是我的最爱。切下去是不是软软的？哇，真的好吃，我喜欢这个，喜欢这个。那种觉得就是一切下去就碎了，把这个是散的。懂吗？懂吗？我觉得这个不错。来香港当然是要吃烧腊啦，我们来到这间 Wing Hop 楼，哇，很香耶，这就是他们的叉烧烧肉，还有给我们 Mustard。这里是南山村，是 Instagramer 在香港屋村必打卡的地点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搭这个22号小巴去落华南山村。好，唔该晒，多谢。刚刚在小巴坐在我隔壁的阿哥很好心帮我带路，跟我讲要怎么去到那个停车场。呢度啊！觀塘海濱花園，好享受這裡的美景。佢會唔會咬我嚟㗎？應該正常就唔會嘅，就冇咬我。K11 是香港最新的一间百货公司，哇哦，很漂亮，很 high end 的一间 shopping mall。从 K11 走出来就是星光大道，对面就是维多利亚港。时间刚刚好，我们现在等每天晚上准时7:30会在维多利亚港开始的灯火秀，晚彩永香港，就是这个灯火秀的名字，要开始啦。
能力，这个是我在香港的第一杯红豆杯。Hello， 要差不多了，可以喝了，刚刚够了，可以喝了。高。我觉得味道有点不一样，它的红豆的味道不一样。酸酸地，又黑咁样，可以 cocktail 咁样咯。我看蛮好喝的，因为我都喜欢酸的东西。味道呢？猪扒公仔面，还有山茶罐。今日呢个真系叫山茶罐。我都唔系，你都要。吓你，你都系咁嘅。人哦，有点像我们半夜的点心店，肠粉还有蛋蛋，然后这个是鸡仔的粉。